semuanya.啊、未来狗年再给我个机会来做罗议员呢，我会尽量解决这个水的问题，而发展这个 ecotourism， 我会尽量争取一个大赚，给市里多一点年轻人来在他们市这边读书。我是彭学良 ，B 一四二 ，La Base 西门候选人。